把我的血怎么就剩这么点啦？哎呀，真的是可怜呐！队友小哥哥，给我一瓶药吃行不行啊？哪怕是春药也可以呀，就给我一瓶好不好啊？我愿意把我的 PY 交给你。干嘛？干嘛？还掏手雷出来了？当里藏雷了这是？兄弟们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这个队友这个纸老虎啊，他这个人脑子可能有点不太好，所以我估计他要害我。干嘛？哎，这有饮料哎！我靠，这个家伙又要发神经了，他想害我。哎呦，溜了溜了！你这种炸我，你炸得到我吗？你笨蛋，你个智障啊！就知道杀队友，一点团队合作精神都没有啊！兄弟们，这种人你们说该不该举报他？该不该封杀他？你个真是个狗啊！你准给我同归于尽啊！你还真拉环啊！哎呀，这个家伙真的不是人。喜欢你就点关注吧，嗯。